下角，深色颜面，四点钟方向啊。年画所谓重欢双眼，天神之相，同时脑袋上有放射状的光芒，那么这个就是神的标志。看到贺兰山最著名的壁画太阳神了，太阳神的形象也十分的具体啊，就看到他的眼睛是用同心圆组成，面朝东方，象征的就是面向太阳。在这个古代远早的这个新石器时代的时候的游牧民族呢，对于太阳是相当崇敬，因此就有这样子的标志性的这个岩画出现。而距今万年之后呢，现在所有的这个游客观光客来到这边呢，把这个太阳神也当成另外一种祝福象征。可以看到现场挂了好多这一个祝福的标语，有健康啊、爱情啊什么的，大家都希望太阳神可以平安。实际上我们知道，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呢，太阳类的岩画是比较多的，这源于人类早期对于太阳的崇拜。最外面一圈头上的光芒刻线是24道，中间一圈是12道，里面每个眼睛上我们说中间有什么大眼睛的眼睫毛是6道。当然这个数字的排列12、24、12、6，到现在来讲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准确的掌握，因为这个岩画毕竟离我们太过远。现在我们也在猜测这24、12、6是否跟中国的24节气啊、夏历等等有很大的关联。